将军若是不信，可以详查。这把刀就是王司徒祖传的七星刀吗？将军真的是好眼力，没错，这就是七星刀。如此看来，王司徒并没有把七星刀送给曹操。义父怎么会把七星刀送给曹操呢？要送也要送一位配得上这把宝刀的大英雄啊。好，既然七星刀在府上，这就说明王司徒并非贼党，司徒大人与曹操行刺并无牵连。当然是没有牵连的，我义父和董相国还有将军你都是朝廷的大忠臣呀。谢小姐夸奖。曹操并未在此，走。皇天厚土，日月乾坤，今日我刘备、关羽、张飞在桃园中结为异姓兄弟，此生此世同心协力，荣辱与共，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耿耿此心，为天可表，万世不移。检查检查，快！走吧，走走。